又要再跑一次这熟悉的地方。想不到真的是一天打一个亡魂。明天应该就打吉特吧。我发现他有点硬哦，再见，不打了不打了，太硬了太硬了，这一刀下去伤害差有点多。太阳护符就哦，太阳直剑，哇，没有虫虫，没有虫虫的头盔。就这个，我刚捡到那个太阳虫就是嘛。还是我幸运 EX 掉的。啊，刚刚那个光辉石嘞，
尽头的门要30个人解开，很酸的。没有人，我看不到人是因哦，还是要从另一边才能开门。太阳线结束。对，他是打尼特的时候才，他是打那个，哎、欸、哦，巨人墓穴的时候才用。哇，哎、欸，我这边少打一个石头，有没有办法让他重新出来啊？根没上去，靠腰，我眼瞎了。我要下去杀那只那个宝石虫，我要重新登入一次。看，哎，不是啊，来了来了，我要上去做火再下来。可惜我做不了像是一代一样有趣的地图了。玩家问号，但个人没特别喜欢一代的地图。其实这个地图也 OK 啦，只是我需要有传送机制。没传送机制，我是真的玩不下去。现在的传送不够完善，其实真的很麻烦，真的真的让我觉得，走过头，
这里吧。刚刚走回去的地方在哪？建筑物的右边，应该在这附近吧？大门口的右边，大门口是最外面那个大门口吗？传送也没那么直观，要先传到一个大墓园，在墓碑做传送。那它是每一个点都能传吗？如果每个点都能传，我会觉得还行。其实在意的是不是每个点都能穿，因为其实走路这件事情让我真的蛮烦躁的。这一代真的让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跑图，因为跑图真的就浪费时间啊。如果今天这个我是往前面的火点，故意让你要跑一些怪，让你觉得很烦躁，那当然就另一回事。完了，我只能跳下去了吗？我操！还行还行。往上去剁了那一只。哎，它不会重新出现吗？宝石虫啊！它不会跟死。Oh no， 他不会跟三代一样。干，好疯啊！我想要那一个光辉石，我缺啊，缺那个光辉石。关刀会升级啊！习惯魂衣跑的，就觉得魂三火点离 BOSS 那么近，太好吸了吧！啊，哎，对了。那是有一个我一直不敢去的地方，上面大鸟。练到十二点半吗？应该吧，差不多可以再玩一下。我想再玩一下，应该在十二点半前后。上面那边缺光。鸟如果射它会怎样？
怎么上去？怎么上去？我要忘记了，失忆。鸟儿，带我上去啊！电梯上升的时候往前。有印象，有印象。之前完全不敢来这边啦，怕爆。现在我已经是一个巨巨了，你这些杂碎。再聚都聚不过悬崖，干你老师，很力奇王，干我也觉得，我刚那一句虽然很力奇，我下去，我刚那一句虽然很力奇，但也不至于吧。然后就死掉了。刚毛了一下，刚才想，我的18000不会变不见吧？在搞自己啊！我是不是搞到我自己了？我是不是搞到我自己了？剩下两片，妈的浪费片在这里，谢喽。这
这个骨片到底在这一代能不能买啊？骨片要跟谁买？只有被我砍死的那一只吗？就没有别只吗？我不信，就这么一只，就那么一只有卖，就这么刚好那一只被我砍死了。赎罪的那个一个卖300啊，还有是。化板是吗？然后我就死掉了。看那边有个火点啊！歪20000，20000，我的20000。在另一个地方。这个群狸恶魔这个名字是不是在三代也有啊？断桥上面。
它是变骷髅了。是，干！闹死！先碰萤火，萤火在哪？阳光差点喷了。你是说还没下去的右手边吗？轻轻松松，然后被这只打歪。就是这么神奇的一个人。好难躲啊！啊！干，每次都躲不掉，完了，完了。
我干！哦！咻！啊哦，他给我碎片，这个可以，圆盘，碎啦。然而我没有任何一个装可以用到圆盘。多了两只黑骑士，谢喽。这一次是来把这只打死，剁完它就没了吧？绘画世界道具。去打铁，我去看一下我有没有什么东西，我可以升级。怎么升级的素材那么难找？Well, you need it. 喏，喏，哎，鸟巢可以换光辉，你说光辉再用那个什么？苔藓，这个啊，毒苔藓球，还是红苔藓球？鸟巢，鸟巢是刚刚那个鸟巢吗？是，哦，之后我就可以不用找铁匠自己升级了。哦，在你刚成，传回，所以我要回到不死院，是不是？我买一下强化箱。我其实一直我不知道可以买强化箱，就可以直接自己出。院下去楼梯左边，
倒去丢在上面，再捡起来就可以。啊，是丢一个就够了吗？我现在只有红跟红跟绿哦，哎，红跟紫。他那个光辉石只能换一个吗？也要来跟我闹，他妈的，这里也要来，真是闹。各种类都给一些，有苔藓，我只有。我只有两个。哟，还是一样。没变。还是要丢三种才行。我只有两种，但为什么我只有两种？玩那么久只有两种，要重进哦。可以，所以可以丢复数个吗？看到鸟才会跟我说话。四颗全部都给你呀！意外。再回来，再缩成一团。这个妈妈一直把我载来载去，都不累啊。没变。正常是要做，好不好？继续做。僵尸不在里面，留里面一点。
剑，也没那么巨。他不喜欢。太外面，太外面。全丢看看。丢太少了嘛？他干，干到拿钱的智障。哎呀，全丢了，全丢了。放在那边应该还行吧？他不喜欢。这几只渣渣打到熟练，他不理我，啊，放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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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妈的，你看，不吃就不吃嘛。完全没跟我对话，他说什么想要一个暖暖。不死愿，
好像也没讲。哎，不过他有说里面还不死院二楼西侧钥匙，可以拿到一个可以在水上走不被影响的道具。书库可以刷那个光辉石。书库我要走哪？哦，哦，没事。Is it? 喂食他这些可以干嘛？喂食道具。The beings who has 拜拜。这一代的强化素材好难打啊，顺打都拿不来到，顺打缺东缺西。觉得这里应该是不会有宝箱怪了，来打一下。哦，呜、哦，舒服。干，这种地方有宝箱怪，妈的阴高干，有没有人性啊？好，我时时刻刻对音高抱持着一个干你老师的敬意哦。我刚刚直接被他阴了一手。哦，不对不对，这熟悉的东西。
啊，你想略过巨人开宝箱的惊喜？真的是惊喜耶！真的是干你妈音高哎！怎么可以那么贱啊？那个人，好，这里又一只。在猪面前喝水，胆识不错。刚想说，我回来顺便强化我的关刀，没有，我没有机会强化的关刀，我没有粉。我的两万，我每次出一直撞死，干！我只是想到一个点，存个档，证明一下今天到了图书馆，这样也不行。锁定他屁股攻击。过去就是火，先喝一口。完全没有闪，我真棒！他被这只猪干死他妈三次哎！不清醒啊！请问你是小王吗？超级傻眼的，胯下翻，没翻。一只
蜘蛛实在太猛啦，这个浮屠猛进直接被屠爆。以为要大鱼双王了，没有啦，顶多大鱼群离恶魔而已。双王打的大概也有，应该有十次。我靠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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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头盔，是有，个战利品。干，好重，无法成为一只猪。升级了吧，三级。哇，还要再两个。Oh my gosh！ 身上的粉刺一次应该可以再升一级。血缘两只小怪比 BOSS 还难打，我要用一下纸，我现在已经可以单手用纸。熟悉的图书馆搭电梯，哎呦，靠呀！哇！感谢订阅或抖内，我现在感谢你的星星99颗，阿里嘎多。阿小啊，他那边怎么站着一只完全不理我？是怎样？看你这边是有什么吗？没有。
关刀的这个攻击距离哦，再加上我现在可以拿盾，安全的输出感。轻松堕落，他们 DLC 的部分，哎，这边是 D， 哎，图书馆是 DLC 的，墙，背后直接插一剑，哇！你是射哪？总感觉会有隐形墙。哦，碎啦！夹缝打多头蛇，看到特殊结晶怪，打死会突出完，看到黄色结晶怪打死会拿到结束完。绝景！黑魂症候群，有墙就想滚。啊！快睡快睡，我差不多，我逛完那边就下。妈的妈的妈的，看吧。下去把这个升级升级，应该是上楼电梯，之后再去。图书馆门口有没有算是一个存档？有算不算传送？化武器，直接变四级啊，舒服。啊，关刀，然后直接手右，手右长，攻击力也不差了，还是关刀好用。
家似魔关。这样的话，我回去换个食品再回来。探索就好，探索。哎，等一下，不算啊。赶紧重跑。刚想说要探索地形，换个食品水来喝喝。下一个，现在只有可以从每个 NPC 干走二到三个人形，而且不会触发敌对状态。还有一个道具，好了，存在这边，完美收工，存了十瓶水。下一次探索用啊，拜拜，今天就先开到这边，我们明天再继续。